位同学，大家好。第一位，澳洲净宗学院王玉霞居士心得分享报告。尊敬的师父上人慈悲，诸位法师老师们，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惭愧弟子玉霞虔诚地向师父上人做一个简单的修学心得汇报。弟子在聆听师父上人宣讲的第30集2014净土大经科注时，很有感悟。师父说，持戒念佛的戒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弟子一直以来都是以读经为行门，记得在1999年听师父上人讲经时会很昏沉，只要一听您讲经就马上昏昏欲睡。第一次听师父讲经的时候，只记得师父的一句话，把《无量寿经》读3000遍。虽然当时只记住了，听懂了师父所讲的《无量寿经》要读3000遍，但是这句话就是弟子知道的修行方法了，于是就开始读经。因为业障深重，读经也是很困难的，不过都一直坚持下来了。现在已经读上万遍，感觉消了很多的业，烦恼少了很多，心清净了很多。弟子在去年的9月份开始持日中一时，这半年以来的日中一时持得非常高兴，时间多了很多。现在听师父讲经时很欢喜，2个小时就像几分钟似的，过得很快。于是弟子发心再读1万遍大经，每天20遍，天天不间断。如果还没得念佛三昧，弟子就一直读下去，以一生为期。以上的修学方法是否合适？惭愧弟子玉霞虔诚地祈求师父上人慈悲开示，指导弟子应该如何修行，早日达到念佛三昧的功夫。感恩师父上人，阿弥陀佛。王居士他的分享我们听过了。早期听经不是昏沉就是掉举，这种现象自古以来就很普遍啊，所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用37道品里面七觉知来对治。啊，遇到什么状况知道用什么方法。实际上这种现象是怎么发生的，你要把它的根找到啊，这个根本还是愚痴、贪嗔痴里面的痴。那么现在你明白这个方法了，那个痴要不拔除，还是不会产生效果。
什么原因呢？我想得一心，我想开悟，这都是愚痴。一定要知道，清净心中一法不离。我有没有这个愿求呢？有，但是这个愿求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障碍。啊，求往生可以，为什么？那是事，能求得到，求开悟求不到，求三昧求不到，求半涅槃求不到，为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你要有个求的心，这心就变成夹杂，就变成妄想。心有妄想有夹杂，不会得定，也不会开悟。那要用什么方法？《金刚经》说的无住生心，一定能得到。啊，生心无住，我升起求三昧、求开悟的心，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就是无住，放在心上就是有住。啊，极乐世界有，所以可以放在心上。大半涅槃没有，三昧有，也有没有。浅的三昧，没有见性的三昧有。啊，世间四禅八定，世间的三昧有，你能求得到。啊，出世间的三昧没有见性，声闻缘觉三乘菩萨能求到，化身菩萨的三昧求不到。为什么？化身没有相。你要把化身三昧放在心上，坏了。那不求，他自然得到。这就是正确的。啊，开悟，开悟是自性本具的般若现前。自性本具有没有般若？有，而且非常圆满，他没有相。痕迹都没有，没有相，就不能把它放在心上。啊，功夫纯极了，啊，用心纯一了，自然现前，三昧现前，智慧现前。啊，离与思都要分清楚。啊，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这是有。所以男女老少，贤愚不孝，人人有份。啊，可以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可以把佛号放在心上，只许这一样，不能有第二样，这叫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深入是有限度的。啊，不放在心上，那个境界是没有止境的。为什么？不放在心上，跟自信相应，自信没有边际，
自信没有底线，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所以不可以放在心上。啊，学佛对佛所说的这些纲领，所说的这些原则，要真正理解，要会用，正确的理解，正确的应用，决定的利益。啊，所以无量寿经经帖后半段这五个字，清净平等就这就是用功的标准，用功的目标，清净没有染污，我求三昧，这个求的念头就是染污，我求开悟，这个念头也是染污，啊，佛教我们放下万缘，没有说求三昧求开悟这个例外，没有讲这，那它也包括在其中。啊，要不要求？要求，不求怎么行呢？求不能放在心上，这个事情难了，这就是无助身心，有求身心，但是身心跟无助融成一体，啊，佛跟法身菩萨们坐而无足，你看坐是身心，无足是无助，啊，它是一不是二，无助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助，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它是一它不是二，一就入门了，二就入不进去了。事法佛法差别就在此地，啊，净宗之妙，它即事法而入佛法，那妙在这里，啊，你看信愿持名，这是事法，但是果报呢是出世法，往生极乐世界就成就了，就成为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是明心见性，是化身菩萨。读无量寿经三千遍有效，一直念下去，没有开悟念下去，开悟之后还是念下去，如如不动啊，永远不改变的，自心化他，啊，你怎么得三昧的，你怎么开悟，啊，没有开悟之前，身心跟无助是两把事，开悟之后，身心无助是一桩事，这三秒啊，
法喜充满，这是感应。啊，这才能使人勇猛精进。啊，他不辛苦啊，他不生烦恼，啊，他生欢喜。事法也能得到。啊，《论语》里头第一句就讲这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悦是喜悦，从内涌现出来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啊，跟一般讲乐不一样，快乐，乐是从外头来的。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乐是外来的。学而时习之是从内。我所学到的变成生活，变成工作，法喜充满，这个与外面境界不相干，从内而发的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希望你功夫得力，啊，进步就会很快。那么现在我们要非常迫切需要，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能有几个真正开悟的出现，啊，跟大家做证明。古老的佛法教学理念跟方法现在还管用，我们要来表这个法啊，要表这个法，这也是愿心，但是记住刚才的话，不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它变成烦恼，变成障碍，变成染污。啊，最妙的无过于《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身心一定要跟无住相应。啊，身心不能放在心上。四种念佛我们学过。啊，最高的。十相念佛，十相念佛什么意思？就是念佛不间断，心里面是空寂的。啊，念阿弥陀佛也不放在心上，这就是相。啊，这个希望嘛，我们不要学，学好了是高明，学不好了，极乐世界都去不了。那个问题可严重的。啊，我们还是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把这一句佛号放在心上，其他都不放。这是什么？保证你往生。啊，至于十相念佛，到达极乐世界以后再做，这个稳当啊！啊，现在不敢，到极乐世界，那就是十相念佛。那为什么你已经在极乐世界，你不会退转？啊，那个时候深深佛号。与自信相应，这就对了。第二位。
第二位，刘老师，明君救国亦救世，科助学习班心得体会之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人民。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爱中国共产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15个年头了。15年来，我时时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关注着党的命运。因为我深知，我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党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的，是息息相关的、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这一段时间，我又学习了习主席的4篇重要讲话。这4篇重要讲话分别是2014年3月27日习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重要演讲，2014年3月27日习主席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2014年3月28日习主席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中德携手合作造福中欧和世界》的署名文章，2014年4月1日习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的重要演讲。反复学习了这几篇重要讲话后，我感到了一种心灵的震撼。中国的明君问世了，中国有救了，世界有救了。我惊叹习主席用5句话把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介绍给了世界。习主席说，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我赞叹习主席用5句话把中国的历史介绍给了世界。习主席说，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国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我自豪习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是一头已经睡醒的和平狮子。这和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两个声音一样铿锵有力，一样震撼全世界。我骄傲习主席把中国梦介绍给了全世界。习主席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的历史文化、历史命运、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人民必须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习主席告诉全世界，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中国梦是奉献世界的梦。习主席还说了2句意味深长、引人深思的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振奋习主席在谈到文明时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习主席说，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习主席说，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我感恩，中国需要明君，世界需要明君。明君问世，国家有救，世界有救。明君救国亦救世。我们期盼明君问世，期盼明君救国救世。像习主席这样的明君越多越好。感恩习主席，感恩您新装国家，心系人民，感恩您新装世界，心系苍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习近平，一代明君问世了，虚空法界皆欢腾。刘素云顶礼，2014年4月18日。刘老师的心得体会，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敬宗同学听到了都会同样的鼓舞欢喜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话，刘老师都带我们说出来了。不过最重要的，我们不能只用口头上赞叹习主席，必须真正有行动拿出来。这个行动就是四好，我们要存好心，要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四好的核心标准，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12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佛陀教给我们舍善业道，这是绝对的标准，不能变更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律身，我们要身体力行，要法四弘誓愿，不但要成就自己，成就自己的国家，要成就世界，最后要成就遍虚空遍法界。啊，中国传统学术是利益众生的，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乘佛法，忍辱菩萨，
能舍生命为苦难众生，那所以我们要用行动来支持他。那么中国东西好，就像早年罗素所说的，在英国人西方人对中国这么好的东西知道的太少了啊，他非常感叹，啊，头一张是中国的文字，他非常赞叹，这种文字有价值。啊，他举出例子，中国幅员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方言总有上千种。啊，大家言语不能通，但文字能通。啊，看文字都懂得。啊，这个文字不但对现在这个面上能通达了，能团结整个国家民族，啊，还能融会古今。几千年前古人孔子2500年前写的《论语》，哎，现在还是看得懂。啊，那么像这个在西方文字做不到啊，这说明呢中国汉字跟文言文的价值。啊，它是没有拼音文字那么方便，那么容易学，但是它的价值非常高。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它超越了时空，不受空间限制，不受时间限制。值得发扬光大，而且学习并不是很困难。啊，外国的学生，我们在国外看到，他们学汉学的，啊，所以学汉学就是学中国古代学术，啊，研究中国的古籍。我在伦敦看到一些学生用孟子写博士论文，用无量寿经啊，还有一位是用唐朝的一个文学家著作写博士论文啊，我问他们，你们学中国汉字文言文，你能看得懂中国古籍，你用了多少时间？啊，他们告诉我3年，不很长啊，3年就能学好啊。啊，这个话我相信。民国初年的时候，啊，大我10岁的他们在小学就能写到很好的文言文，啊，那到我这个年代，我10岁的时候，学校就不教文言文了，教白话文了。啊，大我10岁的人，换一句话说，他比我要多读10年的文言文，那个根多深呐，啊，根深蒂固啊。我们这个年龄才沾到边，不到2年就改了。但民国改了，小学初级课本就不是文言文，就用白话文。这个损失太大了啊！
我11岁，中日战争爆发，就是八年抗战。到处流浪，那八年走了十几个省呢，那都是走路，没交通工具啊。啊，所以今天还有这么好的体力，大概就那个时候练出来的。啊，打八年仗，走八年路。啊，每一天少的60里，60华里，就是30公里。啊，走的最多的120里，就是60公里。啊，没有时间读书。居无定所啊，所以在文言文的基础没有扎稳啊。那我们到外国去访问，知道外国年轻学生用3年就把文言文学会，我们亲眼看到，增长了信心。啊，典籍、四库全书、会要这些东西保存下来，不会失传了，要人去念的。啊，那么首先，我们想的要培养老师，培养儒释道，就是汉学的老师。啊，这个要做实验。不试验，没人相信。啊，试验什么呢？老祖宗留下来的2句话：教学的理念，一门深入，尝试熏修；教学的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要实验这个啊，这种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啊，佛法讲善根，我们一般讲根性，良好的根性啊，是什么呢？是老实、听话、正干啊，勇猛精进，绝无退转，要具备这个条件啊。自己本身要具备良好学习的态度，这个学习的态度是什么呢？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有这3个心，他决定可以学好。啊，学习的目的是开悟，就是其义自见。自见是没人教啊，自己就开悟啊，谁传下来的？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什么叫成佛？就是开悟了。49年讲那么多经，谁教他？没有，他没有老师，他确实是参学苦，19岁离开家庭，到30岁，这个12年当中，他到处去参学，
啊，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通通亲见过接触过啊，都学过，学了12年感觉到不行，不能解决问题啊，那所学的人叫知识啊，现在人所学的知识啊，所以他放弃了，不学了啊，到菩提树下入定，这一株硬啊可恶了啊，这里头是两个表演表法，19岁离开家庭，放下烦恼障，你们想想对不对啊，这种情执，情执是所有烦恼的根，他放下了，12年学习彻底放下，不学了，是放下所执障，这两种都是障碍你自见啊，障碍你明心见性啊，要想明心见性啊，得彻底放下啊，彻底放下，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清净平等心能开悟啊，这4个字难为释迦牟尼佛用在经题上啊，清净平等觉净呐，就是无量寿经啊，啊，宋朝的翻译的本子叫清净平等觉啊，清净们汉朝的汉译的啊，前面半段呢是宋译的。大乘无量寿庄严，这个是宋译本啊，所以重视啊自见呢，我们要来做榜样，要有自信自见我们对这个要有坚定的信心，不能改变啊！走这条路也不要求我怎么还不开悟啊，怎么还不得三昧啊，那就完了，还不开悟还不得三昧，这是妄想，这是杂念，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心怎么能清净，怎么能平等啊，所以叫你一门深入，一门深入，不要求解啊，比如现在很多学无量寿经的一直念下去，无量寿经讲什么不要去想它啊，想它把你功夫破坏了，你是用无量寿经修禅定的，不是叫你讲解的啊，什么时候讲解呢？自见其意之后来讲解，那就跟佛讲的一模一样啊，不会讲错一个字啊，用这个方法修定这个定跟自性本定要相应，自性本来是定的啊，慧能大师开悟说了，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啊，自性本定，自性起用，起用就是自见，
就是大彻大悟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知道我听海贤法师的观点他里头讲有一句话他说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什么意思这一句话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那画面上的举止言说字字句句里头都有很深的毅力在里头不能随便听了你要会看要会听的啊他是怎么开悟的我们听他这一句话就晓得他是个明心见性的人啊用什么方法见性的一门深入尝试选修他的一门就是一句佛号尝试92年一句佛号没有中断一句佛号念到底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所以他没有读过一部经他也没有听过人讲经他的工作他的道场在哪里在农田不在寺庙他早晨起来早晨烧了香念了佛他就到农田地上去工作去了晚上天黑再回来啊，早晚烧香念阿弥陀佛所以他的大道场是在农田啊，你看种田开悟了啊，六祖慧能大师舂米破柴开悟了啊，所以宗门祖师大德说会吗会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就是一切法都能帮助你开悟我们在报告里头看到啊有时候老和尚也到别人寺庙去住啊早晨一样起来做早课啊啊大家依着朝暮课诵仪规去读他在旁边念佛啊他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别人都知道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些基本条件他全具足啊你看老实听话真干他具足啊真诚清净恭敬他具足他全去做啊这12个字可不得了啊啊20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念了92年啊，他功夫的进展我们按一般人来说居住这2句话的条件
老实听话正干，真诚亲近恭敬啊，具备这个条件的人，他念佛我相信三年功夫成就了啊，三年得功夫成片，只要功夫成片就可以自在往生。啊，一定有感应，就是见佛，或者是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一定会告诉他，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到你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肯定告诉他，你就预知时至了。啊，如果你再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好，顶多三年，从功夫成片就能念到四义心不乱。得三昧了，没开悟，再往上提升大概也就是三五年的离异性不论。离异性是平等性，四异性是清净性。那经体上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平等性是菩萨的境界，三贤菩萨，或者经常讲三乘菩萨，没见性。后头那个觉，觉是明心见性。啊，那是离业心的圆满。所以经上清净平等觉，是讲的果，清净。二乘果报，平等大乘果，觉法身菩萨。这一部经帮助我们成就，在一生当中成就清净平等觉。那我们在老和尚光碟跟报告里头非常明显地看到，这三个阶段的成就他全部得到了。那你要问我大概用多少时间，我的看法十几二十年啊，也就是说他二十岁开始念佛，功德圆满应该在四十岁左右，二十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自在往生啊，想去就去啊。有人问过他啊，你老见啊老佛爷，老佛爷是阿弥陀佛，老佛爷跟你讲什么？他见老佛爷，我的估计不会少过十次，念佛时间太长了，九十二年，绝对不会少过十次，所以他跟老佛爷很熟了，
老佛爷不带他到极乐世界去，叫他留在这个世间表法，表法什么？做榜样给大家看啊，不是叫他言教，他能够用言教，言教不适合。怎么不适合呢？言教很容易出名，出名麻烦就大了。障碍就来了，身教啊，身教当时影响不大。啊，为什么？你住在农村，哪里也不去。啊，他一生活动的范围就是临近几个县，啊，范围不大，也不过就是几个小庙，都是在农村里头的。啊，只有给海庆庄金，他到过一次广州，这他出最远的门。啊。那么表法的功德无量无边，他往生之后出名了，往生之后出名找不到他了，啊，文明看到光碟的人都受感动，教化无量无边众生，啊，这个方法适合于现前这个社会，方法好啊，妙极了啊！所以出家有个小庙，不要希望将来把小庙变成大庙，没有这个必要。他一生多守本分啊，小庙同修只有四个人，多清爽啊，也没什么香火，也没有什么收入啊，靠自己耕种，不但生活没问题，而且自己收成的粮食、蔬菜、水果，供养那些没有照顾的那些老人，啊，供养多少人？成千上万，啊，都得到他的供养。啊，给人治病，他也没学过医。啊，跟他接近人都说他有神通啊，他不现神通，不跟人表演神通，好，真好啊，真正难得了，持戒念佛，一生以戒为师，以苦为师，真正是修净土阿弥陀佛弟子最好的榜样。啊，小庙没有人来好啊，有人来麻烦，要接待啊，心就搞乱了。啊，这个小庙一天到晚一句佛号，心是定的，啊，心是不动的，对这个世界，财色名利、七情五欲，统统放下了，身心清净，多么自在啊！啊，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能够向他学习，
佛法决定行深。啊，国家决定得到佛菩萨保佑。这么多年来，我遇到很多人的，特别在国外，我就常常问他，你到国外来干什么？那别人也问我了，这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镀金的，镀了金就回去啊。啊，因为中国人羡慕外国嘛，外国我到处都走走，回到国内，哎，弘法大家都有尊重一点了。啊，这个和尚出国的，我说我为这个，啊，你们来干什么？啊，你们都认为中国不安全，外国安全。我说我跟你们的看法完全相反，我认为这世界有灾难，中国安全，外国不安全。啊，他问我为什么？我相信因果，在全世界，诸位细心去观察，有哪一个国家民族千万年来是以道德为立国的根本啊，中国人是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立国，我们把这个东西丢掉不过两百年了，祖宗有的了，易经上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外国你看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啊，中国是什么起家的？伦理道德。啊，这个国家会有灾难。啊，灾难从哪里来？子孙不孝，把祖宗都丢掉了。所以祖宗要狠狠地揍你一顿，啊，打一顿，不会要你命的。啊，可是外国不一样了，外国没有一个国家是以道德、以伦理道德、以爱心立国的，没有。啊，都是自私自利、功利主义。啊，这个会有灾祸。我从这里看，我相信《易经》里面的话。啊，早年我在香港讲经，我1977年第一次香港来。啊，香港到时候会回归中国，很多人害怕了，都搬到外国去。我劝他们不要怕。我说，回归之后的香港不会比英国治理的差。都不相信啊，到外国去了，在外国跟我见面了，后悔呀，再回来了回不来了啊，原先在香港住的房子卖掉了，现在在外国回来的时候没钱买房子了啊，我说你们不听话，现在知道吃亏了啊！我说你们出去，你看我现在常出香港，我哪里都不想去了啊！中国人懂得这个。啊，我们古书里看到孔子的妈妈
他妈妈的爸爸，就是孔子父亲的岳父，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子的父亲。史书里就记载呀，为什么嫁给他家？观察他家里五代都行善，所以他的老岳丈就判断，这个家庭上决定出人才。祖宗积德厚啊，世世代代都积德了，把女儿嫁给他，生孔子。啊，所以孔子外公啊有智慧啊，啊会选择女婿，啊选择是这个。替儿子选择女婿，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就知道中国现在最大概受的也差不多了，苦难。现在有圣人出来了，明君就是圣人。圣是明白的意思，对于一切事理通达明了叫圣人，他不糊涂啊，他能行仁政，他来救这个国家，来救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要做好榜样啊，要让全世界人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培养圣贤君子。不但国家大治，天下大治啊。啊，尤其是我们得到了这一部群书之要啊，唐太宗下令编辑，那是什么？是四库里头精华当中的精华啊，精挑细选的几万册图书里头啊，挑出66部，这精华，在这个里面再挑选出现前社会迫切需要的这些教诲，编成一本书，精华之精华。那我们今天讲汉学，讲什么？就是要讲这个东西，急着要用嘛，真管用啊！啊，所以一定要培养群书之要优秀的老师。这些老师希望都有悟处，不能彻悟，要有大悟；不能大悟，也得有小悟。啊，悟。讲出来的东西叫有味道啊，不悟是讲别人的，叫涉实素薄啊。把古人教学的理念，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找回来，来做实验啊，看看。有没有效果？十年为期啊，十年如果真有几个大彻大悟出现，全世界人对中国文化就相信了。
啊，释迦牟尼佛开悟了，中国慧能大师开悟了，像慧能大师那样开悟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啊，我们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3000人以上。啊，中国人讲圣贤君子。啊，佛法里面讲修行有成就的人。啊，密宗是有大成就的人。那就是大彻大悟。啊，小成就的人声闻缘觉。啊，当中有成就的人三乘菩萨。啊，那么这些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都是身心言教啊，做群众的好榜样啊，帮助社会安定，帮助世界和谐啊，中国古人的理想世界大同可以出现的啊，我们用行动响应国家领导人的号召啊，正干。下面还有第三位祈祷菩萨。尊敬的师父上人慈悲，弟子齐树平在听闻科助学习班的课程中感到非常受益和惭愧，特将学习心得报告师父上人以及诸位同修大德，请给予批评指正。迷惑颠倒恋红尘，贪迷忘失自性本来人，74岁皆幻梦，看不破放不下，东奔西跑干累心，却把假的当成真，幸遇上净下空老上人，教我无量寿经专一门，人生难得法难闻，念佛往生真报恩，师父教导学海贤，贤公本是再来人，光碟命我看千遍，一遍一遍悟得深，贤公苦行修戒忍，普普通通一老僧，原来他是佛现身，无助生心，生心无助，他老显的是不二门，老人今天来度我，不在苦海甘沉沦，老实念佛要真干，便是莲花果里人，惭愧弟子齐树平拜上。2014年4月20日。齐老居士，我们认识多年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他到新加坡来看我，告诉我恢复东天目山的道场，我们听到非常欢喜，他也是吃尽了苦头。
忍辱负重，把祖师的道场恢复起来。啊，以后在他的家乡山东，啊，特别是庆云，恢复了净善寺。啊，还有两处道场我没去过，啊，那么在甘肃永昌建立一个沥青古城，啊，我想这些地方呢，很多人都去参观过，都去看过。他一直就是想在这些地方培养弘法人才。啊，我很感激他。啊，他一直希望我能够去帮助他。我是因缘不具足，啊，可能在这一生当中，没有办法了满他的愿望。啊，我现在年岁大了，体力衰了，啊，过去两年还没有感到疲倦，今年有这个感觉。啊，阴身跟去年不一样。啊，所以我现在把时间都用在念佛上，一心求生净土。啊，国内外所有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了。啊，这些事情要让年轻的法师们他们接着去做。啊，这十几年来国际上团结宗教，在澳洲团结族群，这些事希望底下一代继续努力。啊，宗教在社会上占得很重要的地位，西方在过去几千年来维系着社会秩序完全靠宗教。啊，不像中国，中国不依赖宗教，它有教育。啊，外国没有伦理道德教育，而中国特别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啊，小孩从小就让他学习。啊，就懂得这些规矩。十一二岁之后，渐渐明白这些道理。啊，所以圣贤君子多，这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呀。啊，这些人在社会上真的圣贤言教。所以社会安定，和睦。每一个朝代都出现长时间的太平盛世，
啊，人民安乐，国家富强，领导人垂拱而治。啊，他们知道，只要把教育办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人是教得好的，啊，人。人心本善，我们要承认。外国人不相信，我们相信。我们有千万年的历史，外国没有啊。我们有成功的事实，他们没见过，没听说过。啊，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在他那个时代，他告诉人，外国比中国人强的地方只有两桩事情，一个是机器，一个是技术。除这两桩事情之外，无论哪一行都比不上中国。啊，中国确实是优秀啊！啊，非常可惜，满清末年之后，年轻人一昧向往西方，啊，对中国传统东西丧失信心，造成今天的苦难，也造成今天整个世界的动乱，它有影响。啊，要恢复，当然头一个就是领导人。领导人有智慧，看清楚，看明白了。啊，带我们走这条圣贤的康庄大道。啊，我们首先响应。我们首先跟随着，啊，齐居士今年74岁了，都衰老了。佛法要记住，根是戒律，没有戒就没有福，没有理就没有辱，没有因果就没有道。儒释道的核心要掌握住啊！啊，齐居士这些道场。应当选择一所出来办律学院，就是戒律啊，有一个戒律的道场。现在学戒律还有一个人啊，台湾的国清法师我们认识有30年，他大学毕业我就认识他啊，他参加李老师晚年所办的内定研究班啊，他是这个班上的学生，这个班只有8个学生，人数不多，有6个老师啊，没有想到他以后出家了，有这个机缘让他专攻戒律啊，现在变成汉传佛教里头真正对戒律
有修有学的就这么一个人啊，在我身边学习的定弘法师，我就把他送到台湾，希望他能够五年学界啊，五年学界是中国古时候祖师大德留下来的，才能扎根呢。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更好。无论学哪一个法门，我们希望佛教在中国过去十个宗派都能够兴旺起来。啊，每一个人学一部经，一门深入，把它学好，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啊，这个好啊！啊，一生专讲一样，不要讲太多。啊，讲阿弥陀经讲一辈子，不就是阿弥陀佛再来吗？无量寿经讲一辈子，啊，这个人就是无量寿佛再来。啊，普门品讲一辈子，就是观世音菩萨再来。也不。不要学两部啊，专攻一门，他会得三昧，他会开悟啊，开悟真的成佛，开悟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图啊，不到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释迦佛的十宝图。个个都有成就啊！啊，所以首先是戒律清净，啊，严持戒律，啊，我是该走了，啊，所以天天心里想的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回到极乐世界的老家，啊，希望后期之修继续跟进，啊，一定要把老祖宗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学习的理念。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方法。啊，这种理念跟方法现在没有了。啊，跟着西方人走，那是知识，那不是佛法。啊，不是中国圣贤教育。啊，用外国的方法学中国东西，得到的是知识，不是智慧。我看得很清楚啊！我把我们老祖宗这些方法告诉法兰西汉学研究院的院长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啊！外国人研究汉学，把汉学当作古文化来研究啊，研究几千年以前人的文化，人类文化，与现在不相干，所以它属于知识啊，我们告诉他
中国古老的东西现在管用。他们没想到过，啊，我访问的时候正好苏州固德的董事长吴居士跟着我一道，啊，我让他用半个小时做简单的报告，传统文化用在企业上收到的效果。如果这个东西过时不管用了，你说它干什么？何必浪费精神，浪费时间？管用啊，能帮助现前的社会化解所有冲突，你个人冲突，你家庭的冲突，啊，宗教的冲突，族群的冲突，国家的冲突，通通能化解。啊，会带给全世界安定和谐，管用啊！啊，他非常惊讶，他想跟我们合作，说欢迎。啊，知识那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知道。啊，他真正。宝贵的是现前帮助我们佛法化是离苦的路，中国传统包容佛法更是包容的，心包太虚，两周杀气。传统讲仁爱，佛法讲慈悲。啊，慈悲是基于理论的爱心，啊，而不是世间人从感情上建立的爱，那个会有变化。啊，从真理建立的爱，永远不会产生变化。啊，佛称的叫慈悲。啊，所以仁慈博爱，是全人类可以真正融成一体的一句仁慈博爱。那我们看每一个宗教的核心都是有，不管哪个宗教没有不讲爱人，啊，爱世人。所以在这个核心当中可以团结所有的宗教，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啊，宗教要展开教育，帮助社会，
帮助这个世界啊，真正达到永续的安定和谐，造成全球的盛世。这是宗教徒的使命啊！啊，所以宗教大学真的是迫切需要啊！啊，早年赵朴老在世，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谈到教育的问题。啊，那个时候我跟他老人建议，中国的佛教所有的道场都作为观光旅游是正确的。为什么？它历史的意义在此地。啊，海内外观光旅游这么多人，不适宜修行了，不适合了。啊，拿来做宣传，做弘法。啊，戒严大众又做这个用途啊，来参观的人说明佛教是什么，叫他认识佛教就够了。那真正佛教的时候，我给他老人建议建十个学校，一个宗建一个学校啊，像外国的大学城一样，因为现在交通便捷啊，每一个宗派就是一个山头，一个道场。啊，华严宗一个道场，天下学华严的都到这来。这个道场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华严学院，啊，是学习经典的道场；另外一个华严学会，那是修行的地方。啊，有解有行，分成这两部。啊，在一个地区变成一个城市一样，大学城。啊，护法可以都住在外围。啊，华严宗一个道场，天台宗一个道场，啊，净土宗也是一个道场，每一个宗派一个道场。啊，还要建一个宗教大学。啊，宗教大学是每一个宗教成立一个学院。啊，这世界上重要、信仰多的、啊，教义完美的十几个，这十几个学院。啊，目的。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要互相了解，不至于产生矛盾，不至于产生冲突，世界对人类是和平的，是有正能量意义在其中，没有负能量啊，用它来团结宗教，谢和万邦老人的时候听得很高兴啊！啊，老人在世的时候，我每一年大概到北京呢，至少去三次去看他。啊，这些老人离开我们了，我在中国的法缘断了。啊，以后又受到夏莲老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个冲击啊，差不多让我无法立足了。
我想了很久，我一定要坚持，我要不坚持，我对不起佛教，对不起老师啊，那是佛门的罪人。所以我说，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汇集本，我还是要一心一意去学习。你们反对是你们事情，我学习是我的事情。我的目标在极乐世界，我决定能往生，我有信心了。那海贤老和尚凭一句佛号，真的念佛三昧，真的理一心不乱啊，取得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一句佛号，何况这一部经典，这个汇集跟中国古代的汇集不一样。那古代的汇集，弘宁法师书籍的收集的资料非常完整，你能看到都有瑕疵啊，但是祖师大德都承认了，还是把它收存在藏经里头。啊，那么夏老这个本子是怕受人批评，所以他用10年的时间，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原来的字，没有敢改动一个。这是他老人家，我这个本子找不出一点瑕疵。这太难得了，这也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啊！真有一两个字自己改动，那就变成确实有证据了，人家来排斥你。今天大家怎么反对，找不出的毛病啊！所以国家还是承认了啊！我是看到国家宗教局印净土五经无量寿经用夏莲老的汇集本，这是真正的智慧 反对是你们出家人自己事情，国家不反对啊，国家流通是这个本子啊，这是我们对于国家尊敬，对于主管宗教的领导人对他尊敬啊。学佛学一辈子，终极的目标是往生极乐世界。其他的都是鸡毛小事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海贤老和尚的表法啊！这个表法确实坚定许许多多人的信心对这个本子这个法门不再怀疑了啊。其实没有反对的必要，
现在无量寿经中文字有九种不同的版本，你喜欢哪个版本就用哪个版本啊，各随所好，不要要求别人啊，不限制别人，每一个本子都好。为什么？都是叫你幸运持名啊，这个总没错嘛，只要这一句不错就行，只要抓到这一句，海贤和尚一生就是抓这一句啊，幸运持名92年圆满成就啊，所以老实念佛要正干，便是莲花果里人，一点都不错啊！念佛人求什么？在现前就是求清净、平等、觉。啊，每一天这一些议论都是叫我们心不平静、不平等，把我们念佛的功夫全都破坏了啊！所以有人问我，我说哪个本子都好啊，我们没有偏赞某一个本子啊。为什么这么多本子根性不一样，爱好不系统，有人喜欢吃辣的，有人喜欢吃甜的，都好啊。你不能说我喜欢吃辣的你也吃辣的啊，不准你吃甜的，这不叫打架吗？过随所好啊，只要他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同一个道路，同一个方向啊，九种版本都指的是一条路啊，所以喜欢哪个就用哪个本子啊，乃至于喜欢哪个宗派就学哪个宗派，喜欢哪个宗教就学哪个宗教，学基督的，学天主的，学古兰经的，能不能往生？能，只要他幸运持名，都能往生。净宗的法门广大了，啊，只要你具备基本的条件，那是个善人。啊，基本条件就是敬业三福。这是一句话，你做到了。啊，跟大众相处，遵守师尊的六和戒。啊，跟一切人和睦相处。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要和睦相处。啊，何况自己同是佛释迦牟尼佛弟子，彼此要斗争。啊，恨不得把对方消灭掉。释迦牟尼佛六言律也。啊，古大德说两句话是真的。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大家互相赞叹，佛法就修；互相毁谤，佛法就灭了。啊，你是来兴佛法的，还是来灭佛法的？我们自己先要搞清楚，要搞明白。
后面还有没有？还有一位。好，第四位善观老师，学习刘老菩萨，感恩来佛三圣为我表法的心得报告。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以及义工菩萨们，大家好。惭愧弟子上观，在上周五第一次听闻刘老菩萨的感恩来佛三圣为我表法的精彩报告后，深深地被刘老菩萨的真诚和谦虚精神所打动，自叹弗如。周日又感恩义工菩萨发来了刘老菩萨的文字稿，因此结合最近弟子自己的修行生活，把学习完刘老菩萨心得体会后的感想恭敬向师父上人和大家汇报。第一，念佛，老实念佛，会念佛。刘老菩萨的心得体会中这样讲到，有人说海贤老和尚的往生光碟不就是让念阿弥陀佛吗？用得着看那么多遍吗？好好悟一悟吧。是的，是让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念了吗？你老实念了吗？听完这句话好像是给弟子当头一棒。是的，一句阿弥陀佛念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老实念这句佛号的人如同凤毛麟角，更何况是绵绵不断念下去。老实念佛就是会念佛，会念佛就是用真心念佛，真心念佛就是不用半点自私自利的心念佛。这样念佛就是念 自性本具天真之佛，就是这部《无量寿经》教给我们的要用真心，就是整部《大藏经》教给我们的返妄归真，就是释迦牟尼佛和师父上人用尽千言万语教我们的放下。因此刘老菩萨这一句你念了吗？你老实念了吗？真是直指我们念佛修行中的最严重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反问一下自己这个严肃的问题，不老实念佛就是不会念佛，就是不信念佛成佛，就是不信主不信师。这样的心念佛比圆觉性自然就即同流转。师父上人曾经给我们开示过，会读的开悟了，会看的开悟了，这个会字意义深广。那么会念佛的呢，一定是如同楞严经上所说的净极光通，用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心静到极处，也就是心定到极处，定到极处的时候就豁然大悟，见到智慧之光，智慧一开，一切都通达明了，佛法所求的最终目标就在于此。凡夫的生灭心念念相续，因此轮回的因念念相续，轮回的果也就念念相续。如果将生灭的心转变成念佛的心，念佛的心果能念念相续，那成佛的果也就念念相续，直至蒙弥陀慈悲接引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想要离一切相很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以相专念，专念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因此只要专念阿弥陀佛，就等于离一切相，等于见到实相离体，等于见到般若之光，正所谓大道至简。贤公信老师的话，刘老菩萨信师父上人的话，祖师大德们信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话，他们都是老实听话真干，做出念佛成佛的好样子给后人看。那么为什么老实听话真干就能念佛成佛呢？中净录第十六曰，主佛同指此心而成于佛，一名天真佛、法身佛、性佛、如如佛。
依据就在此。祖师就是老师，老师和佛陀都是这颗真心，信老师信佛都是信我们自己的真心，因此信为基础之基础。在能自心一处念自性弥陀，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弟子眼中师父上人就是阿弥陀佛，应当尊师训如同尊佛训，日日追随弥陀导师学习，自我成弥陀是必然之事。第二，念佛成佛，人人能做到。刘老菩萨的心得体会中讲到，来佛三圣所示现的念佛成佛，是一切众生都能做得到的，没有什么高深神秘之处。刘老菩萨这一段话，就是给我们每个修行人一剂强心针，同时也点出了修行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样最朴素也是最难以落实的道理。师父上人说，贤公把《无量寿经》所讲的全都表现在了生活中，我们常常困扰的不就是修行和生活的矛盾怎样解决吗？弟子在学习贤公的视频资料过程中，就遇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前些时弟子在观看贤公的录影时，发现了多处河南方言和字幕不相称的地方，有名字的错误，方言意思错会后的错误字幕。贤公的视频资料里，很多法师大德的方言说得很快，听不懂方言的同修只能通过字幕来理解。弟子能听得懂河南方言，但对于这样快的语速，也需要多次看字幕。为了给末法时期的后学们能留下完美的视频字幕版本，弟子发心来找出字幕不当之处。经过反复核对后，已经于上周陆续转发给协会工作人员。在核对方言字幕的过程中，夜里常常反复观看，其中有一处字幕错误之处，由于方言太快，弟子把那一句话听了五六十遍，并且在白天电话询问河南当地懂得那些俚语土话的朋友。弟子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家人的不理解，认为弟子过于投入。一次在弟子打完电话后时，要求弟子立刻为家人洗衣服，不要再做这件事，还挥拳打了弟子。弟子很委屈，含泪走出客厅时，正巧电脑上播放的贤公被电工打的视频打我脸上，当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当是给我洗脸的。听到这里不禁泪下如雨，惭愧万分，深知这一刻弟子该补上，也是贤公专门给弟子表演的。为什么贤公是佛门榜样？和自己比一比就知道自己差在哪里。同样是这一件小事，贤公他老人家第一放下了我见，不执着自我 自身利养，因此没有接受痛苦讯号，得到清净心。第二，他老人家放下了边见，没有对立，没有我是有道理的，是冤枉的，电工是蛮横无理的，因此得到了平等心。第三，他老人家放下了成见，不以自我得失为中心，潜意上表现为谦虚至极，深意上表现为把一切人看成是阿弥陀佛，正印证了他老人家最后的表法，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僧。正所谓家和万事兴，一佛出世，千佛永护。谦卑至极而仰推如来，因为贤公他老人家深知一切众生是一体的诸法实相，一句出家人要有度量，正是威仪有责，忍辱不嗔
正是柔和直直。殿废照复，不追究殿功，就是随缘妙用。一代高僧受辱不惊，如如不动，实在是待众生苦，慈悲至极而深藏不露。短短一个电工打人的故事，就把佛法的精髓表演得淋漓尽致，难道这不是大权示现吗？吃的是苦，穿的是补，极乐世界去做一生补处，念阿弥陀佛，老实念阿弥陀佛，分分秒秒回归天真之佛。感谢刘老菩萨带给大家这么好的分享报告，弟子受用无比。以上是大惭愧弟子上官的学习报告，错误之处还请师父上人慈悲指正。大惭愧弟子上官顶礼感恩。2014年4月20日。这个上官同学的几次报告都很精彩啊，这是他自己认真的在学习，所以感悟的地方呢很多啊，变数多的利益不是过中人他无法想象啊，谁知道呢？念的变数越多的人他知道啊，究竟圆满的利益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最初表这个法的释迦牟尼佛，我常说一切诸佛通通表这个法，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全是自信流露的，没有人教的啊，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的一段历史啊，阿弥陀佛也是自己开悟的啊，他有大慈悲心，希望能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特别是六道啊，又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三恶道，请教他的老师，老师没有给他说法，老师只是教他一招，你到设法一切诸佛道场去参学取人之长，舍人之短，你就有能力普度苦难众生。啊，他用了五戒这么长的时间，啊，参访设访，三世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一个漏掉的。总结成就了48愿啊，48愿是他的总结，他学习的报告啊。那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佛是多次宣讲，愿的多少也没确定，
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种原译本有24元，还有36元。古大德从这些经文上断定佛是多次宣教，如果只是一次宣教，怎么翻译不会翻成这么大的错误啊？24、48、36不可能这么大的错误啊！这就是说明佛当年介绍的时候讲经的时候啊，因人因时因地因事种种不同啊，佛没有定法可说。有些人喜欢听详细的多说一点，有些人怕麻烦，越简单越好啊，就24啊。可是细观内容24不止24，48也不全是48，细心去观察就了解啊，有开有合啊，合是归纳，开始展开。啊，那我们学佛这一段经文最重要，阿弥陀佛亲口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的啊，为我们转述，我们也了解了阿弥陀佛说法也无有定法可说。从哪里看出来？从48愿看出来。佛佛道统啊，啊，终极的目标是希望苦难众生遇到这个法门能信能愿肯念佛，目的就达到了。啊，其他的说法的善巧方便啊，提示给我们，让我们更深一层认识佛法，才真正体会到这是自信流出来的，不是从阿赖耶流出来的啊。十法界的众生都是把阿赖耶当作心，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的这些众生，他们的思维、言论是阿赖耶识里头流出来的，不是从自性。自性流出来的纯真无妄，阿赖耶流出来的真里头有妄，妄里头有真。啊，好，我们知道时间已经到了啊，所以真妄要搞清楚，要认识清楚啊，真里头有妄，妄里头有真啊，到极乐世界纯真无妄，好办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今天是读文学。